各位观众你们好啊，多谢来到肥坤频道收看肥坤的片，非常多谢。今天我的位置呢就在南环大马路近住旧法院那边啊。咁啊，镜头影住咧就系京都酒店。京都酒店啦，系中国旅行社属下机构啊。咁啊，呢条斜路上翻去咧就系隆中街啊。咁今日我哋就行呢一边。咁啊，依度系旧法院啊。咁啊，旧法院暂时咧就雕空咗，即系下一步唔知做乜嘢啊。暂时系雕空咗嘅。咁啊，早上呢段时间咧，几多几多人行街啊？呢边可能系商业区啊，多写字楼啊。依間葉次記咖啡室咧，以前喺法院側邊嘅，好旺嘅以前啊，淨係做翻法院裏邊啲員工都唔錯。咁啊，依一區都幾多嘢食嘅喎。係。我成日睇你啲網。哦，多謝你喎。啊咩？拍得好好喎。唔係，咪得閒無事出嚟行下街咁啫。啊，怪之啦。多謝你啊。玩得㗎，好仔細啊，咁個人。咁啊，當如自己有神，當如行街行神運咁樣啦。自己擺落 YouTube 嗰度。係，自己擺落 YouTube 嗰度。學下啦。好啊，第一頭你研究下。好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好。6666111。方唔方便啊？誒，啱啱撞到個網友啊，咁啊傾咗幾句，又要求影張相啊。啊，美國啲朋友中意睇我個片。咁啊，非常多謝啦！好，今日我哋繼續行南環街啊！朱記麵家都好出名噶嚇，幾十年唔跌老字號啊！咁啊！依條斜路啊，叫巴掌圍啊。
咁個天又開始黑曬啦，又想落雨啊！咁啊，近呢幾日咧，澳門咧就差唔多日日都落大雨啊！今朝都落過一輪噶啦。咁啊！依度行到嚟依度咧，就係前邊咧就係百華行啦。呢條叫南環里啊，咁啊，百華行咧就上翻去觀印局嗰邊嘅啊。咁啊，呢度澳督府而家係特首辦公室。特首辦過少少咧，嗰邊就係燒灰爐啊！咁啊，澳督府咧就每一年都有開放嘅，咁啊參觀俾人俾市民參觀裏邊啊，嗰個時候應該係杜鵑花開，應該係三四月時間啦，開每一年都開放嘅。咁啊，呢度有幾間咖啡室嘅，其中一間係西環安記啊，又好出名嘅。咁啊，以前係街邊檔嚟嘅啫。咁啊，依一段都係叫南環大馬路。
咁啊，依邊啲舊屋就已經係全部拆曬㗎啦。西環安記裝修得幾靚啊！呢條斜路啊叫高樓斜巷，呢度上翻去高樓街啊！好，各位觀眾，下一集再見。